列を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明天是周末，所以我都会拍 weekend vlog。这一次就从礼拜五开始，因为想说礼拜五也是一个小周末。然后我现在才刚起床，正在喝我的巧克力牛奶，然后上面还写着 tea。 Michael 在那边工作，等一下可以拍一个开箱，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个包裹要来，然后它是亚洲生鲜商品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从这个网站上买，然后就买了一些我平常在亚洲超市不会看到的东西，所以等一下再开箱给你们看。我现在还没收到，但他是说大概下午1:30到4:30会到。等一下给你们看，就是 Michael 今天有一个team 的活动，然后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嘛，然后疫情期间大家都关在家里，所以刚刚还没有说完，就是Michael team 的一个活动，因为他们主管很用心，就想说圣诞节快到了，然后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，然后没有办法跟同事有什么 social， 所以他就想说办一个 secret Santa， 所以收到礼物的人不会知道谁送他的礼物。啊！套在布里身上好。有 Simoleon， 啊，好可爱哟、喔！你要把它用起来。不是一脸就是我不要。他的脖子看起来好肥哦。哎呦，什么也穿什么也，你要把它抱起来，你把它抱起来，你先把它这样子站起来，然后帮他把衣服拉好。好胖了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很适合他哎、欸。我拍一下。啊，你看，这是 Mike 拿到的礼物。I really like.This present Robert got me. So, it's a Samoyed sweater. No, it's for people. I just put it on Muji. Muji, come on. Is it you, Catherine? Muji.你在学谁？你刚刚收到这个亚洲生鲜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开箱。然后 Michael 说他想开，所以让他开，开吧。噔噔噔噔噔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袋子。哇！哦哦，是火锅，火锅汤底。下一个，哇，这个怎么？拿剪刀。应该是水果，黄色的火龙果。没错，聪明聪明。这一箱是黄色的火龙果，好像还有点硬，可能要再放几天才能吃。他在哪里买到这些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是从 Ecuador 来了。那是哪里？ Ecuador 是南美洲。喂！哎。哦，我买了柚子。
还有买了凤梨。那个凤梨好像还是有点绿哈，太绿了，对啊。所以可能要再放一下才能吃，好吧？然后这应该就是那个芋圆。哦，有两个东西。对，我还订了一盒臭豆腐，然后芋圆。可是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小包哎，那只要知道多买几盒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小胖又在哭，又在哭。他哦，又哭。他刚刚在闹脾气，因为想要出门了，所以就会哭，一直疯狂的哭。你看，你看，闹脾气，闹脾气。因为他急着想出门，所以他就会这样子闹脾气，这样子哭，催我们赶快出去。Hello， 我们出门啦。然后其实本来今天有点不想出门，因为外面下雨，然后就也疫情关系嘛，所以就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出门。但是因为今天要假日，就觉得哦，难得 Michael 可以终于可以放假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出去走一走，就想说好，还是出门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样，就是先带 Bougie 去散步，就去遛狗，然后晚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买那个鲜芋仙，就很久没吃了。然后我从上礼拜就开始想，就想说好，那这个周末就来吃。我们今天来之前有来过的一个小森林走一走，就是没什么人，然后我觉得这边也蛮漂亮的。可是呢，今天就是还在下雨，所以地板都超湿的，然后地板踩起来都软软的，我就有点恶心。不是你今天忘记你才吐吗？因为吃土。Better late than never. I see us spending days together. 我们现在先来 Best Buy， 我们要去看一个相机镜头，还有一台相机。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买的这一个相机镜头就是太重了，所以有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就是这样子越来越斜，因为太重，我就会手不自觉的往下。不知道怎么调哎，看看。哦哦哦，有了。现在好像最多就这样子。可以吗？好像这个还是比较宽。哦。好吧。我们现在还来看这个 doorbell， 就是那种 security 的东西，因为之后买房子就是需要装这些。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比较说哪一个比较好，然后还有好不好看，就是长的样子，颜值高不高。我现在开家里的 alarm， 还有我要出门了，这个出门的 alarm， 那你可以就按一次，那就来吃我们今天的第一餐。然后刚刚在鲜芋仙那边看到一间那个卖煎饺的店，然后之前我就有看到有人推荐那间煎饺店蛮好吃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他们的猪肉韭菜煎饺跟猪肉水煎包。不是，就看那个小鼻子，那个在一个 corner 那边这样子。哦，蛮大的这个水煎包，你看，像包子一样。给你们看一下刚刚买的水煎包，还有煎饺，还有我的鲜芋仙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吃饭边看剧。
两个都不一样吗？啊，它芋头好大，应该会喜欢。这芋头超大，而且还给三块，而且你觉得要不然呢？走开啊！啊！走开！是，超烦，所以每次吃东西他都一直过来，又不是没有给他吃东西，对不对？你都长那么胖了，嗯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嗯，好不？你刚刚是吃生煎包还是吃煎饺？各吃一个，都好吃。嗯，我想当做这个这样，很辣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啊。是的，我喜欢它那个里面肉汁。嗯，哎，啊，太低了。再加下次还可以再去。对，嗯，对，他吃到尿出来，吃到一半才想到我忘记加这个 cream。这是重要的东西耶，竟然忘记。又出门遛狗，好像现在出门只能遛狗，就是哪里也不能去，然后出去也不知道是去哪里。这边的山吗？超级清楚的，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所以还可以看到蛮好的景。我们刚从韩国超市回来，然后给你们开箱一下我们刚去韩国超市买的什么。所以呢，刚刚买了老姜，还有三颗地瓜，还有这个花生汤圆跟黑糖。所以刚刚买的那些东西我打算要来煮那个黑糖地瓜汤，配礼拜五收到的那个芋圆。然后我现在肚子很饿，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吃饭，所以我要来煮一点面。
今天呢，我来吃锅烧意面，之前买的。煮好了，我要来吃了。然后我还加了花椰菜进去，我超爱吃花椰菜，而且一定要煮到很软很软那一种。然后我还来配这个饮料，这个饮料是我前几天在 Trader Joe's 买的，然后它很好喝，它没有很甜，带有气泡的红茶，然后是水蜜桃口味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喝，可以去买，而且不贵。天呐，吃超饱！原本想说吃完，然后还要煮那个地瓜黑糖汤加汤圆，觉得肚子快要爆炸。